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大家晚安，让我把我的电脑打开。我现在的封面超可爱的，给你们看我现在的封面。我现在的封面是这样，可爱吧？谢谢亚欧茉莉的一封信跟老沙的厉害，感谢，让我连 WiFi。谢谢小阿光的幸运蟹草，大家晚安。好像是不是30几个？有那么多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对，32个人。谢谢小阿光的一封信跟 Y 七的行李箱，我超喜欢这个色调的，还有他们的衣服，我也好喜欢，超级有那种夏日感，而且他们换了三套哎。谢谢柠檬的闪光星星，感谢。晚安晚安。蓝色那一套就是制服吧。大家晚安，让我们来播个歌。对，乌米 T，因为我真的超多件乌米 T，我的衣柜大概有3件乌米 T 吧，我就是可以整个礼拜都穿乌米 T。所以我刚刚在7点的时候上了那个乐天集团日的开球花絮，上的非常的突然，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的。开球幕后花絮，我都想说，可能我已经忘记这个东西了。没想到如此的出其不意。谢谢 Rapper 的一封信，大家晚安。人生就是如此多出其不意的事情。噔噔噔，谢谢 YC 的浪漫玫瑰，这个算是。刚出单曲后的工作吧，是吗？差不多。谢谢小阿光的浪漫玫瑰。突然想到今天其实是很蛮特别的一天，今天是我们内部公布选拔的。孤单选拔的一周年就是今天3月21号。晚安，谢谢嘎逼的浪漫玫瑰，感谢。好像是因为我今天在看我之前的日记，然后就翻到了，我说哦，居然是今天。谢谢嘎逼的浪漫玫瑰，所以今天就是我们。对，已经一周年了。主要我说六班一周年也，大家也不好再讲什么吧。我说我今天是公布六班选拔一周年是什么意思？也是五单选拔。五单有谁上选拔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谢谢小阿汪的非你不可。要爆雷吗？也没什么雷好爆的啊。什么都不知道就没有雷好爆的，谢谢伟的厉害，感谢厉害。我有什么雷可以爆？廖小琴在看喜剧，看得很开心。那我们昨天就是跟，是昨天吗？对，昨天跟云爵跟。小慧跟小琴一起去看了《面白大丈夫》，《面白大丈夫》的，然后
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因为他四人同行有打折，就是他原本600块，然后折下来就变成一个人500亿这样，就差蛮多的。所以高圆觉先问大家的，高圆觉问说大家要不要一起去看戏这样，我说好啊，凑个比较便宜，那时间很开心。我们是看下午的，晚上还要练舞呢。蛮好笑的啊，很好笑啊！奏序，也没有奏序席，没有冷场。谢谢小阿光的浪漫玫瑰，很多位置哎，亲子剧场，而且因为我们是2点，不是3点半开始表演，然后我大概12点的时候就跟我爸跟我姐去那个市政府那边去看，什么台北探索馆。台北探索感，谢谢 YC 的浪漫樱花，谢谢他偏打得厉害，跟熊熊幸运蟹草，跟小浪浪漫玫瑰，跟 CKMK 的梦幻泡泡，感谢。现在流行报《华灯初上》熊熊，但是我没有看，所以就没关系，因为我没有看，本来想去。我就是被怂恿去的。台北怎么突然就看探索馆？因为在同一栋楼啊，就是都在那里。因为那个表演地方是亲子剧场，那也是台北市政府里面，就是那一栋楼。然后台北探索馆真的是很好杀时间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大概每半个小时就会播一个影片，然后。都还蛮好看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剧场，然后那个剧场是360度的，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，然后那个椅子就会这样转，所以你的座位会转，蛮有趣的。然后每半小时就播一次，然后一个影片大概就20几分钟了，所以你就可以一直坐在那边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谢谢 Hoin 的浪漫玫瑰，而且影片还蛮好看的。推大家，如果无聊的话可以去。大家如果无聊的话，就可以去台北探索馆。上面是斜的吗？因为我的那个脚架它有点歪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大家可以歪头看，大家就歪头看，但它转很慢啦，就是它是不用系安全带的那种转，就是如果转很快的话，有点太刺激，它就那样慢慢转，因为它屏幕就是360度，然后你就会这样转，然后就会看到不同方向的荧幕这样。噔噔噔噔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会不会看一看就晕了？视野还好，是没有那么快。没有沙发直播是因为，什么？因为脚架放在这里，懒得移动这个脚架，反正就在这里直播了。然后，因为现在那个客厅区都要行，现在看影片看得很开心。你看，变白当丈夫，看得非常开心啊！香香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封面照很猛，你说我现在我放了什么？我不是放了 Long Life 吗？我今天的封面照是 Long Life 的，我去那个。那什么，主持人甄选会的那个照片，就是今天的封面照。This，晚安。上礼拜发生了，
什么事哦？去了那个，去了永平工商做讲唱会。那时候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超紧张的，没发过哎、欸，对，没发过，因为我还没，我一直懒得修图，然后就想说，就懒得发，然后就对，就放在这里，懒得修，就想说就放封面照，真的超紧张的。然后，但是，而且其实我会，这应该讲，这应该算什么？表情很开心。这应该算什么刻板？算刻板印象吗？不知道。就是我会有点怕，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怕那个演艺科的学生。一开始，就心中还是会有点小害怕，会觉得感觉好像有点恐怖演艺科。然后去做讲唱会，我想说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之类的。然后，但是呢，他们超级热情的，他们就是因为也不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怎样，因为我想说不知道哎，感觉现在的就现在高中生可能比较喜欢韩团之类的，然后想说他们会不会对我们很排斥什么的，然后也不是科班出身，应该说是风格的问题，就想说风格他们会不会觉得很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反应会怎样，因为也不是粉丝，然后我想说，也很怕反应不好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容是我们先表演了 heavy rotation， 然后讲唱，哎、欸、不是，然后演讲，哎、欸、也算演讲嘛，分享，然后之后再表演一秒一秒，然后就是我们一开始表演闪亮的星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超好的、欸。他们就是 I want you, I want you 的那种，然后是真的是很，虽然这不是打 call 的那种，但是就是很热情，就是会 I want you， 然后哇的那种，就是表演的时候他们就哇的那种。谢谢刘建国厉害，跟小光掌声鼓励，就是很热情，真的非常热情，对，很有回馈，刚才是滴了口水。我没有对小妹妹有什么想法，被人喷了一滴口水出来，就是很热情啊，超热情的。I want you, I need you, I need you， 超厉害耶！就想说，天哪，也太热情了吧！而且因为只有表艺科的学生而已，所以其实人没有很多，大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目测到几人，大概50，我目测不太准，大概是30到50，反正一个班。一个表演课班，然后就坐在地板这样，然后就但是他们声音真的超大声，我想说天啊好厉害哦，然后后来就开始分享我们的心路历程之类的，表演热情，表演班的表演热情太厉害了吧，因为他们是会这哇的那种哎，超可爱的，然后哎真的是看到蛮多很适合来的人。就觉得很可爱，很适合来的妹妹。而且他们真的很可爱的是，就是因为可能一些幕后工作人员，因为表一科，然后可能会有什么在分什么，就是帮忙架场的之类的，就是帮忙架场的人，然后。可能跟他们打招呼，然后他们就会打招呼完，然后在那边，然后羞怯，然后想说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太可爱了吧，居然会羞怯，他就啊的那种哎，超可爱的吧。I want you， 对 ，I want you， 他很容易跟喊的 ，I want you 这样子，很适合来的妹妹流口水，是也不是因为这个流口水，这为了这个流口水有点恐怖。然后反正就是非常的热情，真是被大家感染到，就像 reset 的时候，大家喊 call 也会被大家的热情感染到的那种概念。然后讲唱就是演讲好奇怪哦，讲演讲就像那种各位朋友、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的那种，而且我在反正我就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的经验。然后我说，因为我们就谈到一点说，就是
其实我们的团体比较没有那么设限，就是其实各个风格的人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加入。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有跟到我们叫什么一起生的发表，一起生 TP 风天那时候的发表的话，如果跟到那一个发表会的话，就会听到邱元康老师那时候就是说一句话，就是说他不期望那时候 TP 48，他说他不期望 TP 48变成什么颜色，而是应该是各个成员都是一个独特的颜色，然后汇集起来变成一个独特的光之类的，反正就差不多这样的话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，非常有道理。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把这句话拿出来讲，然后说反正我就讲邱元康老师这样讲真的，然后说哇天哪，我说真好，然后就哇，然后反正我说就其实这个团体是不设限的人，大家呢可能会看到我然后觉得天哪，这个团体应该是只收可爱的人吗？大家看到我可能会想说这团体可能就是看我那么可爱，然后是不是就只收可爱的人，然后台下的观众可说是反应非常热烈啊，台下的观众直接为我尖叫，热情的尖叫，想说天哪，大家就是太捧场我了，非常的动容，大家直接为我尖叫。相信大妈，大妈，相信大家都非常同意我的这句话。就是虽然看我这样子，但是其实我们团体是不只收可爱的人，就是这样。谢谢 CK 和 MK 的掌声鼓励，绝对不可能的啦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大家。也不是大人非常好，应该说他们觉得很赞同我说的话，所以为我尖叫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夜星星并不抱你，有人问说就是下次的大概都多久一次甄选，因为他们怕这次选不上。我想说天啊，这问题也太可爱了吧，这问题会不会太可爱了一点。谢谢柯基玉的浪漫玫瑰啊，可以啊，他是拿来做那个服饰的，但也可以用哒哒哒哒哒哒，是没有现场填报名表。对，跟大家分享妮妮做的，是妮妮做，妮妮跟她阿姨一起做的吐司超级好吃。我们现在宿舍就是超四袋吐司，然后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的早餐，请客，反正超级好吃。尤其是哦，还没吃到白吐司，我们现在。因为妮妮说红豆口味的吐司比较容易坏掉，所以我们先把红豆吃完，然后红豆就很好吃。我觉得今天早餐吃一个，然后再带一片去学校当午餐，救命，多爱吃！我今天早餐就是一片他们的妮妮那个红豆吐司，然后中午午餐就是一片吐司加上一盒番茄，一盒番茄是怎么回事？超柔，真的很柔软，很好吃，很香，香香的吐司。但是应该可以放冷冻库啊，如果要放很久的话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蛮快把它吃完，会吗？红豆就是一个会蛮容易坏掉的东西，红豆就是很容易塞沟的东西啊，红豆汤也很容易塞沟。看你也出，不然有机会哪天看到一家跟面白公演，什么都是喜剧咖，没有哎、欸，其实我是走可爱人设的，其实我是蛮正统的。谢谢 Miso 幸运四叶草，一个礼拜就能吃完了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是也没有那么快。
谢谢 Miso 的一封信。然后说不要侮辱正统偶像，不要随便侮辱。噔噔噔噔。宿舍大家都吃红豆吧？面白大丈夫什么不是？披萨团出脸，会有这个事情吗？正统的，正统的搞笑台语系偶像是这样吗？原来是正统，正统的搞笑偶像，好像也是有道理。正统的搞笑偶像。我刚才吃了一颗法法送我，他之前送我的糖果，然后发现他好像是送我整人糖，就是很酸的那种，超级酸的那种糖，谢谢他。酸糖让我觉得吃的都好酸啊，现在讲话都会有一种很酸的感觉，酸言酸语。比例口味那是那个吧，雷根糖。但比例口味雷根糖到底是什么口味？比例口味吗？这是比例口味吗？哎、欸，然后我要讲那天讲唱会，就我想说大家应该其实应该都不太认识我们，应该是啊，在我心中是这样，应该也就是这样。然后在我离开的，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讲堂的时候，像有就是有学生就是算见送嘛，反正就经过我，然后他们就喊林佳，然后我想说哇是我是我，我说是我。他们说一家 I want you， 他们说太可爱了吧，现在小阿光的偷偷喜欢你，是我是我。99%巧克力，不是99%，就是6%，那是爸爸送的，你们怎么可以说爸爸是奇，爸爸买是奇怪东西？认识 TP 比，我觉得应该不太认识吧，你的市场应该还没有打到那边。如果会认识的话应该是那个吧，认识有参加 DD52 的会比较多，高中生刚生感觉会比较认识易云啊小琴之类的。被我圈粉了吧？大家是那个吧，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可爱的人，这样想说天哪，是不是 TP 只招可爱的人？没有，是这么什么风格的人都招。是的， DD 我已经现在已经是原子少年，原子少年要已经录了，原子少年有鬼鬼耶，好赞哦。哦、对，看木曜的，但看木曜的不知道认知度应该没有到很高。试一下通台，这个其实不好说，这个对不太好说了，不太好说。从周围光打下去应该是差不多，都有打光，差不多。谢谢星河的幸运四叶草，而且，我唱那个《I Want You》真的是。唱到快要岔气，因为是三个人，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整首歌全唱，这是整首歌全唱，就是 I want you, I want you, I need you, I need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 的那种全唱哦。然后天啊，我快不行了，全开麦啊，因为对啊，全开麦。无限循环系列。真是超级喘，对，不是，其实 TikTok 吧还是比较喘一点，因为至少我那天结束我还是没有这样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 TikTok 吧，就是唱完樱花瓣会如此的喘。然后，因为上个就是
之前更新 TikTok 的姐姐，好像比较习惯礼拜三更新，然后目前更新 TikTok 的姐姐比较习惯礼拜六更新的样子，所以应该会改成礼拜六，不知道，反正大家就看什么时候。就一首歌，还有那个一秒，一秒是全唱啊，全部都全唱。然后来再唱，但一秒的。一秒的主歌动作就没有到太多，也发现不知道，不然就他想到的时候就会 po。继续有片级短板，什么意思？一个姐负责一个没有哎，一个姐姐负责就是那个、啊、社群。社群媒体的姐姐，但是记得歌词啊，都听多久了？听多久了？三个人怎么跑？就基本上不会跑了，基本上就站在原地比个手势而已。艳阳高照，像你温柔的笑，能无可救药。真希望不管悄悄的梦到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谁计较白白头要操，他陪我躲猫猫，舒服舒服，然后一秒一秒也好。就是这种站在原地比动作的那种唱，然后副歌再跳。但是可以记得啊，怎么会没有办法记得？都唱多久了？雨晴是一秒的 C， 然后麻友是 Heavy 的 Heavy HR 的 C。噔噔噔，转一圈那边走走，还是一样啊，就是一个射箭啊，然后两个在旁边啊，各一坨，一个人代表一坨，就是一样啊，只是变成一个人而已，只是从一坨人变成一个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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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Ready。想看一下 C 的话，回来 reset 公演，就在这周六，大家就在这周六，有人还没买票吗？还没买票的话，是不是还可以买票？是不是还可以买票？大家。大家快买 reset 公演的票。票卖完了吗？还有票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应该是还有吧，大家。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应该是都买票了，太勤了。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是都有买了吧？是有位置多到可以躺着看，是不是？太惨了吧！买了来不到可以吗？买了不到但是可以、啊、你自己的那个钱财的部分过得去就可以。谢谢浪里挥手厉害跟小公的浪漫玫瑰。看看你要买几个位置。山顶但是上有来啊，山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家的。山顶可是与大厂商一起做的好机会，这是什么机会？有可能会跟厂商一起做的好机会。可以试一试劝退一下，是没关系啦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对，不用花15万，可以躺着看够你的机会啊，大家。我在想四月公园要不要真的开一个十五万的位置，会不会有人买？应该是不会。岁月散场，可能考虑一下，看你的诚意多少了，爱心，看你爱心多少，看你给我的爱多少，这部分就看你的诚意多少喽，爱心。
有机会，大家在后台，在那个那什么山顶直接开始谈生意，好赞哦！射完射后来没有射完，就是最前排，然后会附赠那个白色毛毯，让你看公园的时候不会觉得太特别冷，然后你可以躺着看那个位置。张法法会准备他的三角铁，会准备他钉钉的来到现场，亲自演奏，开清标，心好够大。装不了你的爱心。猫头猪老师在餐厅。猫头猪老师好像，他好像不会看那个，他会看正事吗？我不知道。他后面好像只会到彩排，好像是。当然是躺在最前排，都试完还让你躺在山顶，我们也太没诚意了吧？但是应该是也不会开到试完。开到试完，我们真的会上新闻。我想说，这个团体到底是怎样？我们会有披萨团特殊表演，前提是要会有。而且我们现在还在想那个乌吼的部分要喊什么？大家有想法吗？我们在考虑乌吼的部分，因为乌吼不是都有那个“大家好久不见”的那一段话要喊什么？送到咳嗽箱旁边是蛮有可能的，比猫头猪老师还有可能。刚开始会在，但是现在好像都会，因为都那么久了，应该就没有了。栗子台现在准备唱真假的。他需要伴奏吗？可以为他伴奏，可以为他在旁边叮叮叮叮。而且我们原本说4月1号要出 MV， 然后现在都几号了？3月21号。而且我们是昨天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我想说是不是4月1号要做什么事情？是不是愚人节要干嘛？完全没有，已经要来不及了，大家。大家燃烧吧，太恐怖了吧！但是我们已经想好，我们白色青人节要比什么 pose 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 pose 我自己偏喜欢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哎，是高圆觉想的，先推。是高圆觉想的，但是我个人偏喜欢，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。不是我想的哦，大家，不是我 ，That's me。谢谢长安的枫叶。视野没有要完蛋，就是蛮可爱的 pose，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。欸，然后那什么啊，洗衣服的最前面不是大家会先停在那边吗？然后我们前几天，然后我们自主练的时候，我们想说可不可以这样，噔噔，就是后面比 pose 的人就这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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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一团那边晃晃晃，超可爱的。但是我们问老师，老师说不行，可恶，就只有我们自主练的时候自己开心而已。很可爱，就是一坨衣服被后面对风吹的感觉。一家饭撒要怎么得到？一家饭撒很廉价，好不好？一家饭撒应该是你只要在我前面就可以得到的东西。你动频率不对，什么意思？但我们只能自己开心了。这一拳在那边动，超可爱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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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老师，我们说，
老师这样是可以的吗？然后老师说，应该是不行，好吧，好吧。现在要做一个大爱心给我是吗？反正被骂而已，反正被骂而已，被骂我就怕被骂，我就怕被骂。不像自然现象，我们的动作有哪个部分像自然现象？自然比出 pose。立下绑，这样那个高音者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绑个什么？那我说，你说草组的人吗？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我说草组人吗？他说对啊。然后他说，例如八马尾之类的。那我说，林姐吗？你要确定要叫林姐绑八马尾？你还没习惯，我很乖的好不好？我们就超乖的。整体突然动，结果我们也没有照这个音乐动，就是哒哒哒哒，这样有比较自然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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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短头发，短头发不用绑没关系啊。我八马尾会到吗？难道我将为了我们操作的销量牺牲奉献我的八马尾了吗？不会，真的会有人想看吗？应该是还好。群衣乱舞，对，哦对，感觉像什么可爱的海洋生物。我每一天。我现在很期待明天呢，明天要跟明天要出去吃好吃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在吃好吃的东西之前，要先去看牙医，希望我可以顺利吃到好吃的。要吃的海葵们，救命！明天看吃东西之前要去看牙医，真是。希望是看最后一次。这次就让我为你唱情歌。应该说去换药，他上次是先把大条神经抽掉，然后这次是要去换药。不然说这应该会隔个三个小时吧，会隔个三小时。大家想要放浪漫玫瑰，感谢。为什么我抽完神经要戴牙套？会肿起来吗？会耶，但是没有到拔牙那么肿，就是吃什么啊？要吃消肿药，要吃消肿药，但是还好，是也没有那么肿。啊，你说因为会脆化嘛？你说拔完，我之前有上网查过文章，他说好像抽完神经的牙齿好像会脆化，就好像很容易会断掉。但我目前是觉得还好啦，这一颗的部分，这一颗也是好像也还好，这颗也还好啦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断掉。好，现在讲这些话好像不太好说，先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立 flag。天哪，咬断，好可怕、哦！对啊，抽完神经就是要好好顾牙齿。好一下，但是我这颗牙齿很酷哎，我这颗牙齿是什么啊？是在台北抽神经的，然后。欸，那间牙医真的是，那间牙医我蛮喜欢的，就是很怎么讲，有点感觉很高科技的一间诊所。
然后就是里面的医生什么都是那种蛮年轻的医生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他每次弄很久，他可能看一颗牙齿，然后看半个小时，然后真的是那个半小时你嘴巴全程不能合上。我那个时候这样，然后你就是那半个小时你都不可以把嘴巴合上，我想说天哪，太久了吧，那怎样？然后每次去看的时候其实都蛮痛苦，但是去看那个地方，因为可是帅是女生，就是漂亮姐姐这样子，然后但是你会又觉得蛮安心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很光线明亮之类的，然后就是一个年轻诊所感，但真的是太久了，然后我就是一颗牙齿去弄超久，然后弄到疫情爆发，弄到疫情爆发之后呢，我就回嘉义了嘛，所以我这个牙齿最后是在嘉义做总结的，我就只去了两次吧，然后就没了，就好了，而且那两次都是大概5到10分钟就结束，这是我从小去的嘉义的牙医诊所，就是赞，就是那间是蛮好的，那间的牙医，那间的医生也是。我是看他衰老的，什么意思？而且牙医生就是真的是看到衰老的，就他也是只有一个人的牙医，就是老伯伯这样子，然后很可爱可亲，又不是他的专业。真的是，对，现在就弄一点，因为很算便宜吧。就所以这一颗就是这一颗已经在台北弄了好几次了，然后他们都弄超久，想到底要弄多久，然后弄到最后就只好就是我已经回嘉义了，然后重点是那个时候弄到一半是什么状况，弄到一半是神经抽掉了，但是他好像要等什么复原之类巴拉巴拉，然后反正他的后面其实没有填好，就他填充还没有填进去，现在等于是我回嘉义填充。你是台北抽完东西，然后回家一天抽。这颗你还要吗？不要就拜拜咯。谢谢 Kilo 带我走。你怎么有办法一直忍受住呀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才去看医生啊。就是没办法忍受才去看医生的。现在浪里的挥手的浪漫玫瑰。对，一咬就断，所以我那段时间就超恐怖。就是，对，大家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。谢谢乌诺的浪漫玫瑰，牙齿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。而且好像他说等我这一颗全部用好之后，我后面的智齿要去拔掉。天哪，就是我这颗草之后智齿要去拔。终究逃不过拔智齿啊。这样去看牙医应该是还好，因为至少我没有戴牙套，戴牙套的应该更常去看吧，因为戴牙套是要那种啊定期回诊的，不是吗？虽然我也是要定期回诊，哈哈，看的方向不太一样，一个是矫正，一个是蛀牙，蛀牙好像比较惨一点，至少蛀牙是危害健康。我智齿不会痛，应该说这颗智齿很神奇。就是这颗智齿是很神奇的一颗智齿，因为它刚长出来的时候真的超爆痛，我就是真的痛到受不了，所以我就去找就是我现在去看的那个医生，就是蛮好的那个医生，然后他就说你还没长出来，我先给你吃止痛药吧，然后我说好，那我先吃止痛药，他说你这个要拔还要再等等看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去吃止痛药，那我吃了3天之后就不会痛，不会痛到现在，我觉得到现在都还不会痛，因为这应该是1年前的事情。反正那个智齿就是好像蛮自然就这样长出来了，但是医生说还是要拔掉。但止痛药超有用的，它止痛药就是
我大概只吃了三颗，然后就完全不会痛，不会痛到现在，到现在都不会痛。不知道耶，但他还说，应该是因为我很容易蛀牙，然后智齿那边可能比较难清吧，不知道，他还是叫我去拔掉。谢谢小阿峰的浪漫玫瑰。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长怎样。其实也不是我平常吃太甜，应该是我本人太甜腻了，对吧？因为我本人就是有点太过甜了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是比较容易蛀牙，自己被自己甜到。我没有想到这个称号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蛀牙偶像这个称号吗？这是合理对吧？是合理的。对，主要是人太甜，自己被自己蛀到。我现在刘海超爆长，但是有点懒得剪。我在想到底要不要把刘海留长。现在就是我刘海的留长的交叉期，就是到底要不要把它留长这件事。哼，谢谢小阿光的浪漫玫瑰，谢乌宇的浪漫玫瑰。我前阵子跟吴婉玲聊天，然后我们不知道从我们聊了一个小时，我想说大家在聊什么，怎么可以聊得如此之久？我就聊了一个多小时。然后反正就他称赞我，吴婉玲称赞我，跟他炫耀一下，他说我很耐看。他说我是一个长得很耐看的人，谢谢大家，相信也是因为我很耐看，所以大家才留在这里。我是一个耐看的人，大家没有在聊知性话题，我们在聊一些肤浅的话题。我是内看型偶像，什么学坏？哪有学坏？谢谢阿基拉的幸运四叶草，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道理。虽然我是非常以我的长相为荣的，看着谢谢阿正，谢谢阿正。谢阿 k i 的行李箱，谢熊熊行李箱。大家都不那么觉得吗？那大家都再见喽。现在传亮酱的红玫瑰，因为不是考汉，就是第一眼不会特别看到的人啊，没错吧？就是第一眼不会特别去看到的、啊，才叫耐看。常常找不到好，就是第一眼不会注意到的人啊，更多一家好看的照片，谢谢。什么叫第一眼是看不到？什么意思？但是我一开始会走心耶，就是我最刚开始，也没有到最刚开始，反正就是最刚开始，也没有到最刚开始，刚开始的时候会走心耶，就是比如说。最走的应该是之前就是有看到，就是说为什么是挑我上那个吧，捷运的广告那么普，但是我就普怎样，我就普妹啊，我现在非常以普妹这个称号为荣，大家知道吗？
我非常喜欢这个称号，我觉得这个称号非常棒。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很普通的普通人，走到淡水这么远，就是也没有到淡水是有点偏远，淡水就是一个搭捷运要很贵的地方。谢谢小阿光的浪漫玫瑰，没有吧？捷运也一年前的事情啊，好久。又普用那条没错，我很普遍级，哇，好像是一个蛮棒的称赞。那好，合家观赏，我是合家观赏型。普妹走也，我非常喜欢这个称号，现在，我现在以普妹为荣，大家欢迎大家叫我普妹。谢谢小阿公的比心，普并不是这种哦，还没有到，还是普的，还是有在平均值上的，还有在平均值上，还不错。是啊，哎，我真的很有阿宙耶，就是我真的是对，我真的是会让阿宙很喜欢的那一种。现在就是立志当一个普通人，也不用立志，就是已经是了。心态要普通，你就是要打从心里的普通，好吗？对，长辈员是阿宙员，长辈员，阿宙员。看久会浮现，这是什么浮水印吗？没有阿公远吗？我比较有阿宙远，阿公可能还好，我觉得我比起阿公，我更有阿宙远。阿嬷阿宙远，我觉得我比较有阿嬷阿宙远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哦，普妹相称，冲呀普妹。冲呀普妹，难道四月要到了？大家爸爸妈妈比较还好，因为比起爸爸妈妈更有那个阿祖阿嬷缘。四月要祭祖啊，大家要尽孝道。这不是属于日子，这是属于我们 staff 的日子。我们 staff 即将在四月一号举办一场 staff 公演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我想要四月，你四月不用。四月不用尽孝道吗？一生一次的公园曲。哎，你们家都提早拜，我们家都是那个最晚拜，因为我阿嬷说，就是你最晚拜，然后这样他们回去才会记得你们有拜，大家懂吗？七月的时候。我刚才讲七月拜拜，我们家都是最晚拜那个。我说就是你越晚拜，然后他们好兄弟回去之后才会记得，就只会记得你们有拜，他不会记得其他家，他就记得你们家。为什么我要质疑碧如姐？关门，对，我们是关门处。我们就是压线仔，压线，这就是我们的小心机。我们小心机就是让他们记得我们的好。所以我们现在下面就在讨论七月拜拜。我觉得很难想象，如果
如果我们是，如果现在还在 TP 的话，我们就有《再见自由》是首歌，然后我们就要翻什么？撒尤那拉，再见自由诗。生写压线比较容易中纸笔，会吗？就像我觉得像 BNK 这次就很好啊，我觉得他们衣服很好看，就算不是泳装，但是很有夏日感，就是这种清透感，好看啊，超好看，很爱这他们这次的衣服。撒尤那拉，就跟那个哈奇的 Penguin 一样。这原本好像是《奔跑吧企鹅》，别傻了在那儿。还有什么？展翅是吗？展翅吧？哎，都不用 Penguin， 我忘记都不用翻什么。翱翔，忘记了。展翅吧，企鹅，别傻愣在那儿。为何蛋蛋哥哥不是也喜欢着？没有，这天乐老师翻的吧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对。我也期待，哎，我也很期待粉丝翻拍。我会为了粉丝翻拍愿意出泳装单，好吗？我觉得台湾的市场应该还没有办法接受泳装蛋吧。再会啦，自由啊！再会啦，新的自由是。不会，我最期待粉丝拍，粉丝翻拍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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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泳装蛋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把未成年排掉啊，不是吗？基本上就是一个未成年不能进这样选拔的一个概念。对啊，但就是 BNK 这样就还好，因为 BNK 好喜欢他们的风格，清透，清透感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没有单曲会翻成台语，这就要麻烦天乐老师了。那我们六单有没有机会出台语？应该是没有。应该说，就算穿连身的话，大众的市场也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吧。你们不能只想着你们，你们要想着外界的看法。毕竟偏我们比较保守一点，要成年了，其实还没。今年大概是，之前是四个月，今年大概是一岁四个月这样。今年大概是一岁四个月，还没，还要大概16年、16、17年才会那个成年。潜水装，哎，潜水装也很，潜水装也很性感哦。都要台语了吧？我真是很希望把那个向前走再捡回来，但我之前有问过他们，就是麻烦就是版权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啦。这首主要是不知道这首的版权到底是在哪里，不知道从哪里要这个版权。不是，是怎么找一找，说不定就接红了。下单，哎，我们真的会热死哦。
潜水制服，真的是还蛮大胆的一个尝试。谁知道谁是狼？身份证，不然就是应该说，如果要再把向田走拿回来的话，就是要重新再翻一版全新的词，然后直接问那个林强老师那边的，就是再从最原本的再抓一个，然后再翻一个全新的词，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，相较于要把原本那版词要回来会容易很多。因为我们的那个版权应该在前公司那边，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前公司到底在哪边。直接唱看谁记存进啊，然后如果没有人记的话就算了，好像是一个方法。如果有人记存证信函的话，就说哦就是你，那我们再跟你要版权，那也是蛮有道理的哟，也是蛮有道理的一个方法。影蛇出动，好赞哦，好喜欢这个方法，你们怎么那么有道理啊？被告就知道版权在哪，哦，原来版权在你那里哦，你终于出来了，记得可以跟他要钱钱，救命，是这样。被告就想不到，对啊，就撕破脸了，已撕破脸。生命条件款，太妙了，这招太厉害了，高招啊！大家是不是都做过这种事？大家都是高招哎、欸！最近的天气突然变热了。前阵子开始开电扇睡觉，前几天。嘎巴那，不怕违法，违法就是太恐怖了。我又还没有被告过，还没有被告过好吗？小心开播了。真是妙不可言，开冷气也太快了吧！而且那个326，就我们公园那一天不是那个吗？关灯一小时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其实我有拍另外一张照片，大家应该有看到，就是那个关于关灯，还有另外一张照片。”没有被告好吗？找一下那个相片。哦，电脑版跑不出来，跑不出照片，好吧，没有关系，已过期。好吧，就是把那个放在前面，我就觉得很像犯人，我就觉得很像犯人啊，然后就拍了一个这样照片，但是他们最后没有挑这样，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可惜，让我感到非常的可惜。那时候就拿那个拍子讲，难怪他们没有选，他们选那张我才觉得奇怪，救命！对了，关灯废片，你喜欢他 ？Yes， 我喜欢他 ，I like it， 接入一没错。直接等开饭，我们究竟会不会乌梅表演到一半直接关灯呢？真是刺激！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是无场，我们碰不到，是吗？我们是无场，
我们是后场吗？好像是第一场，碰不到，碰不到关灯。真的是会忘记自己到底是哪一场，但是要关一个小时哎、欸，关灯把舞蹈根本不需要，我就放一个黑色的照片，然后放个音乐就可以了。坚强。舞场也可以关一下，他们会那么配合我们吗？问一下，搞不好是可以，会吗？我是觉得不会，会吗？可以吗？应该也没有不行。不用关灯就关灯，老板，啊，就要打人，然后打成老板。Uncle 喊一个小时，你们喉咙会坏掉吧？MC 的小就关了，就那个灯控师他自己调，就说，好像有点冷掉哦，直接开关，好像有点冷掉喽，赶快关灯。我们赶快来那个，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一秒一秒约好，因为今天是内部公布选拔周年，所以来听一下我们的一秒一秒约好。买一包一包，准备关灯。哎，救命！我还没有想到笑话，我没有想到我要准备笑话，因为我觉得我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笑点，这应该是不需要准备笑话。对，今天是一周年，3月21号。一秒抓牢。刚好一周年，对啊，大家赶快募集，大家赶快给我笑话，我已经没有笑话可以讲。应该说，现在笑话流通率非常的普遍，只要我看过的笑话，你们应该也都会看过，因为大家也都会传我看过的笑话给我，所以代表我看过的笑话大家也都看过了。所以除非是自己想，否则很难会找到一个好笑大家又没看过的笑话。科技牵手逛的风景，总有一天一定无边无际。是这个白印记，综合版大家也都会看吧？喵一喵，遥不可及。不管有没有听过，没错，大家最捧场了。我相信你们是最捧场的，感谢大家的捧场，让我感到非常的欢喜。因为我地上有只柯基，不晓得。好像蛮好抱的，可以抱一下。哎，遥不可及，难道这就是缘分？遥不可及，遥不可及耶！大家，怎么会有唱完遥不可及，从地上把一只柯基抱起来的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讲笑话我在在意好不好笑，当然是有啊，我如此在意大家的想法，大家的意见，怎么会不行呢？再看看是去年，哪一个去年？你说12月去年还是1月的？腰部科技，救命！腰部的科技，腰部科技，
我真的好喜欢面 power， 面 power， 而且那个小编姐姐真的很好笑，我超喜欢她的。她还有想，她最近还有想一个，也不是还不能跟大家讲，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笑话，就是对，真的很好笑，可惜你们不能听，弹指就要笑，一如往昔。无情的故障机器，它不是鸡肉饭吧？芭蕾耶耶！谢谢米索的掌声鼓励。那现在只能是内部笑话。大回家没有，是他反正就这样，他反正就那么好笑，他比我好笑。谢谢小阿光的掌声鼓励，跟 Pat 的星辰，感谢大家。好了，我们的一秒一秒就是仅此纪念我们那个武当选拔公布一周年呢，大家好恐怖哦，居然武当也过了一周年了。虽然十月才出单曲，但是公布一年了。谢谢李猴子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盼的星辰，呜呜呜，鸟儿赖在窗台撒娇，周围的盛夏耀眼阳高照。对耶。对耶，握手，救命！握手延到五月了，好久，怎么可以那么久啊？握手，对，你们体感比我们慢，没有，应该，但是我们体感比较久，就是我们会觉得武当好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，好像过了很久，但大家知道的时候也是。哦，没有欸，大家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8月27号的时候。谢谢洛里的祈福灯，谢谢。大家知道那一天是我们拍 MV 的那一天，我们拍 MV 的回程公布的这件事情。8月27还是28之类的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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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继续播回我们的歌。哇，我出什么？太快了吧！也只有一单啊，大家。也只有一单。哇，你这张上选榜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，大家？晚安，晚安。太夸张了，大家！就别勉强。记得我是三期正式生，证明。大家好，我是三期正式生王一佳。对啊，就是一年前的事情，不知道。不知道下一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不晓得呀，不晓得呀，尽力而为。谢谢老沙的你最闪亮，本来叫我上过选拔，什么意思？您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上选拔是去年的事情了，没错。谢谢浪野挥手的浪漫樱花，感谢 YC 的爱的烟火。云朵天，家破人灭灭，今年也该希望了，希望，
希望可以继续延续这股气势。对，为什么会又可以讲了？为什么会又可以讲了？谢谢小阿光的浪漫玫瑰，感谢。对，农历年前也是去年。下次已经 CJ 太难了吧？这会不会一下太进阶？下次应该握手会应该还说希望可以继续保有选拔吧，这比较实际点。跟下一期毕业强势回归，强势在三期生的时候回归。不知道三期生什么时候会发表。心不再平行。谢谢夜空 sky 的厉害。成为选秀生，一定是，那也太有压力了吧？不会，一定 C 反而没什么压力耶，因为这是一种不太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就会啊，反正最近开玩笑的，就比较会有压力，因为太遥不可及了，反而不会那么有压力。差不多六月，不是大五夜。对，我在，不是不会好吗？也是不会毕业，还没有那么快毕业。如果真的是的话，那就我可能会被骂，好不好？那还是先不要，有可能会被骂。这个还是先不要好，还不想被骂好吗？还不想有这个被骂压力。听一次还好，听十次就有可能了吗？谢谢洛里的平安灯，普妹出头点，救命！谢谢小阿光浪漫玫瑰，跟洛里的平安灯。为什么？凭什么他可以上选拔？到底是怎样？就是林一 C， 然后我 C 才被骂吧。清新。生命要什么我命？毕业单，你说救命！我直接出一个毕业单，然后再也没有最后说 I will be back， 什么意思？你们将在三期生看到我。你先出一个毕业单，直接赚一个毕业单吗？什么意思？台语歌 C 也要先有台语歌耶，也是要先有台语歌。不会吧？台语歌会先那个吧？嘉义都比较有可能。个人的心，先让我下次继续进吧。这个比较保守一点。这比较危险，先连选拔再说，也不一定会连进，好吗？先连选再说。吃完乐天，拉古天老师，噔，毕业单曲名是 I will be back， 然后正在三起身 be back， 什么意思？大家真会想说。是来乱的，哎，就真的是来乱的。乐天老师，拜托了。I will be box。好像蛮厉害，完全没有。披萨出台歌，你们要逼死刘小晴，不要逼死刘小晴。要听，不然我可能就是要出一首台语歌，然后都用刘晓晴会的台语下去写，所以名字可能叫做干妈喝甲之类的。因为他现在的台语会的台语就是干妈喝甲，阿妈狐狸甲之类的，几百块。出粤语是我们会被搞死，还是要公平一点，我们出个客语。
怎么样？你就出个客语，比较公平一点点。叭叭叭。你就出个客语的嘛。对，大家都不会就没问题。不然出个阿美族语啊，怎么样？泰语，泰语不错啊。干嘛喝价？阿妈好利价，几百块耶，几百块的干嘛？今天就寒，今天就热。他最新学会的，他最新学会就是寒跟热。你哪里就寒，你哪里就热，吃干嘛？阿妈，阿妈吃干嘛？一百块，阿妈吃干嘛？一百块给阿妈吃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是十九号投票给我。对，他也会那个四十九号投票给我。比较高喝，谢谢苦一鼠的眼睛夜障症，感谢。巴拉巴巴里拉，谢谢苦一鼠的掌声鼓励跟老沙的掌声鼓励。然后这种旋律不错吧？就这种决定了。The pieces 毕业单曲，已经要抽毕业单了吗？The Pieces 毕业单曲，阿妈好，不是阿妈好利家，阿妈好利家听一下，看我干妈好利家，干妈好利家，谢谢 Mika 的，谢谢 Chris Mika 的找亮点。等一下录一段，有点恐怖啊。几百块，几百块会干嘛？阿妈好利家，几百块会干嘛？白色清明节首单发行，救命！救救我、啊！救救我！假包假，好像可以耶！救命！假包假，救命！现在劳沙的学渣，假包假蛮好笑的，假包假，假包假，假包假哦，假包假，假包假，来假干嘛？我是你的阿嬷，摕干妈给你吃。可以让你挥手浪漫樱花，好赞哦！这就跟我们的，就是跟我们其中一首单曲叫做《初宝》一样，就是改编自初日，叫做《初宝》。形象好像会改，救命！加巴加加巴加，你加巴贝，给哪只加干嘛？阿妈阿妈，摕干嘛给你吃？一个干嘛偌济钱？阿干嘛几百块？今仔日足热，今仔日嘛足寒。什么意思？加吧加！谢谢 Rapper 掌声鼓励。而且我们出宝其中一句歌词是什么？原本是轻轻的挑吧，旋转着，轻轻的唱吧，长大了口。那我们改成轻轻的吃吧，长大了口。轻轻的翅膀长大了口，初宝不能忘啊！谢谢苦一所看好你哦，跟普拉斯的掌声鼓励。点好了披萨，站立在。
16分。小阿瓜交作业，哎呦，我的网络。小阿瓜交作业吗？MC 交完之后讲加八加嘛，那你们也是要笑的。加八加，再念个排名。第一名是，第一名是小阿光口牙的瑞总，谢谢小阿光口牙的瑞总。第四名是 Miso 口牙的瑞总，谢谢 Miso 是 I'm Not Kiro 口牙的瑞总，谢谢 Kiro 口牙的瑞总。第四名是 Miso 口牙的瑞总，谢谢 Miso 口牙的瑞总。第六名是熊熊口牙的瑞总，谢谢熊熊口牙的瑞总。第六名是 Rubber 口牙的瑞总，谢谢 Rubber 口牙的瑞总。第七名是 YC 口牙的瑞总，谢谢 YC 口牙的瑞总。第八名是 Akira 口牙的瑞总，谢谢 Akira 口牙的瑞总。第九名是 CKMK 口牙的瑞总，谢谢 CKMK 口牙的瑞总。第十名是浪里的挥手口牙的瑞总，谢谢浪里的挥手口牙的瑞总。第十一名是老沙口牙的瑞总，谢谢老沙口牙的瑞总。第十二名是苦一素口牙的瑞总，谢谢苦一素口牙的瑞总。第三名是陈恩口牙的瑞总，谢谢陈恩口牙的瑞总。第十四名是雅欧莫莉口牙的瑞总，谢谢雅欧莫莉口牙的瑞总。第十五名是柯基玉口牙的瑞总，谢谢玉口牙的瑞总。感谢大家。好的，那你再跟我说，你再跟我说 Miso 的话还在进行中，大家辛苦啦。下次的直播时间应该是下礼拜一，哎，不对，哦，这礼拜还有，哎，但我还不确定这礼拜什么时候，哎，因为可能会改，上面是写礼拜三，但是有可能会改成礼拜四，就是还有可能会改，那大家就再看我的 IG， 然后下一次的话是，下一次是什么啊？下次鸡汤台还是台语，还是台语鸡汤台？下次是什么？下次是台语台还是鸡汤台？还是台语鸡汤台？台香台。你说 C 弹那个风格你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 C 弹那个风格是哪个风格？谢谢新儿的幸运蟹草跟小哥的浪漫玫瑰。好像台语台跟鸡汤台都那个了吧？是吗？都两个礼拜了，是吗？谢谢啊，谢谢 Kilo 的看好你哦，谢谢新儿的幸运蟹草跟洛里的看好你哦。他现在发了这，对不对？他们这，让我看看我家 C 的。爱了大家，谢谢。我要去清迈找他。谢谢洛里的看好你哦。张照片不宜久看，不然会什么？会脑袋宕机好吗？看一眼就好，看一眼就好。先这样。先这样会，对，会晕，会那个，会讲话，会这样，会结巴，不宜久看。谢谢新友的幸运四叶草。哎，我的专辑还没到，专辑什么时候到？我专辑片他们都已经出塞又拿拉了，他们的四单都已经公布了，我的一专还没拿到。他们勇往直前都发了，我的永远压力都还没拿到，怎么讲？何时会拿到？跳蛙！因为我那个代购好像是他是一批一批发，他说他已经拿到，但他等月底交给我。他等月底，因为他是一批一批寄货这样，他等月底交给我。月底了，快了。有我催他，他说他拿到货了，然后月底再给我。他先买下一单了吗？给 Kilo 缘分相遇，好啊，也还好啦，因为他本来就有说，就是他是慢慢到那种，就是不能催他，但他不会跑货啦，因为我之前都是跟他买的，
所以就还好。我就是相信它不会跑货的，因为之前有买过，就还好。谢谢 Y 姐沉船，也太恐怖了吧！谢谢 Y 姐爱的烟火，你这有水吗？你还敢那么？没有，没有工程力好吗？我可以继续把那个专辑继续泰国，请他们签名，然后把它寄回来。救命！可以做这种事吗？大家拜拜。会不会其实可以做这种事啊？会太滥用公权力了吗？是不是好像其实可以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晕烂了，真的晕烂了。我只敢看一眼，我等一下再慢慢看好吗？我在看我就直播不了了，虽然我也要关播了，没有，还是贡献一下我的薪水。拜拜，不行吗？搞不好可以哦。参考学是要学习什么？这还没被阻止的。好，大家拜拜。下礼拜，不是下礼拜，这礼拜三或四，大家再看我的 IG， 还不确定。大家拜拜。一首就放晚安，朱丽妍肌肉放晚安 ，Andy 肌肉放晚安 ，CQMK 肌肉放晚安 ，YC 肌肉放晚安，乌鱼肌肉放晚安，九蛋肌肉放晚安，尾肌肉放晚安 ，Pad 肌肉放晚安 ，River 肌肉放晚安，咪乌肌肉放就放晚安，夜空 Sky 肌肉放晚安，懒回头肌肉放晚安，酱油肌肉放晚安，胸膛肌肉放晚安。机票就放晚安，怪你就放晚安，老沙就放晚安，科技玉就放晚安，姚茉莉就放晚安，小光就放晚安，土豆就放晚安，李猴子就放晚安 ，HY Chan 就放晚安，燕就放晚安，永格就放晚安，开心就放晚安，静香就放晚安，阿翔就放晚安，小乔就放晚安，机票就放晚安 ，Gag 就放晚安，葵鼠就放晚安 ，YC 就放晚安 ，RO 就放晚安，七八就放晚安，老沙就放晚安，无党不劳兔就放晚安，普拉斯就放晚安，洛里就放晚安，米手就放晚安。以后是交换完，永哥交换完，拜码头，大家拜拜。